网路上还有电话打来狂骂，甚至叫我家人小心，叫我自己要小心。我不知道我做错什么，但是我只觉得我这个时间点出国，对，我抱歉，我欠思考。但是我真的没有所谓的一万四，我真的也不知道，我个人不会去理那一万四。但是说实在，我们真的不知道一万四宣布的日期，因为我们都在国外，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来的，然后就是这样子传，然后其实对我团员的伤害也很大。我在这里还是只有抱歉，谢谢，谢谢。那个团费。